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你搞什么？欸、我们聊天聊得好好的啊，你在那边是不是就想嘛？对呀、啊。那像盛大哥这种学识渊博型的，这是你的爱吗？我还蛮喜欢斯文的，他也蛮快的，而且我想年纪比我比我大一点。嗯当然不能比你小，你那么年纪那么小，你很小就学生了。请十米，就是六，然后右转。哦，哎，那我合适呀、啊？哎，郑大哥，郑大哥讲起来大你也没多少，顶多还大你50岁而已啊。大了半世纪耶！半世纪，真的大了大半世纪，一快要一甲子。好难想象哦。所以等于是你出生的时候，你今年23岁、嗯，哇，那等于盛大哥在当主播的时候，他还没生呢，还没出生，你还是一颗卵子。这句话是我老婆常跟我讲的，我每次跟我老婆吵架，啊，女生有时候吵不赢你的时候就来这一招，你年纪大我那么多。你都不让我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念高中的时候，我还是一颗卵子。那我觉得，如果是年龄相差很多，这会比较疼。好，那你发现啊，离婚的都是什么呢？年龄相近的。首先，女生本来就比男生还要成熟了。那同年龄的男女在一起啊，你会觉得那个男生就像很幼稚。哦，真的。不管外表或者是心态，那你会很辛苦，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姐姐哦。啊，然后有时候甚至那个男的还会跟你撒娇嘞。啊，会跟哎这边怎么走？哎，我迷路了都不知道。啊，我要开错，我过头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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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年纪很大，但很幼稚的人，也有的人是活到70-80岁，他多的是，他还是像小孩子，多的是。潘若迪老师呢？潘若迪老师就很幼稚啊，哎，上他的车，他就把那个车窗的窗帘都拉起来，搞得很暗，然后我以为要干嘛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 play 那个影像给我看，他在某节目录的影，他说，哎，你看好不好笑，好不好笑？他自恋成这样哎，然后我都不出声音哦，他一个人在那边。想不到吧？想不到我会有这么过人的反应吧？然后也没人笑，就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笑。怎么那么高级呀？现在可以，潘若迪很像小孩子过来了。对，潘若迪就是小孩子。对，潘若迪很像小孩，他应该比他老婆还幼稚。他也快50，他50了吧？对，还50，他半百了，还幼稚。而且他很怕蟑螂嘛，常常在节目上人家拿蟑螂吓他。哎呀，那拿奖蟑螂害怕。我有一次哦，根本手上连假蟑螂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握拳头。潘老师，你看，啊！你一定踢笑我，手上又没东西。没东西。到了，哎，来，嘿 ，OK， 到了，哦，来，小心，哎，要门票的，要门，当然要门票啊，我以为不用钱的，来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走吧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，看一下钱够不够啊？请问一下那个金教授要买票，都教授，金秀贤在哪里你知道吗？都秀在这里，真的吗？对，他回来了，你们把他来看景，真的吗？那个来自星星的你第二集，他要来看景，没有，他现在又走了，要走了，有一些免费票之类的，四位吗？有敬老人票，有学生票吗？我们没有分学生票，没有分老人票有，算3位，哎，好。那等，不要这样了。所以我跟你认识那么久，素影又认识那么久了，素影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会知道他叫素影？所以我算你3位啊。素影，哦，他算我们3位。对，3位，所以今天很多人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228连假，天气那么好。哦，是，我们带一个小孩就是了。对，好的，经理。那我们这个票可以抵里面的消费吗？对，100元可以抵园区内所有的消费，不限餐饮，买东西也可以使用。你赶快拿票，你爸爸不高兴了。不会，我不知道爸爸。那我可以拿票吗？哎，哎呦，哎，有，哎，里面。
没有回音呢。幼稚。被独角兽骂了。对呀。哇，你看这个。喂，你看这个，快点快点。走，往前走。赶快进去。哇，好漂亮！哎，这是动物是不是？梅花鹿。这是用纸做的。哎，你喜欢梅花鹿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以后交给你。哎呦，不要这样了。这个很适合烧，你知道吗？纸箱网里面有钱，我烧给你。哎，我们赶快来拍照了。拍照，拍照，我帮你找冰车烧给你。我要你那一台就好。来来来，要拍纸箱了，你打到纸箱了啦。打到纸箱了，来来。一二三，有。哇！哎，有自拍神器真的是哦，走，哎，还有那个草泥马哎，啊，草泥马，草泥马，草泥马哦，你们看他连树都做的这么像，你看那个是真的啦，玉林哥。啊 ，OK， 我知道你不喜欢人家乱开玩笑。那个是那个比萨斜塔，来，哇，拍一张，可是你拍的话。不会入镜，我们请人家帮我们拍好了。好啊，来，帅哥也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？可以帮我们拍照吗？不好意思，求求你，帮粉丝哥拍照。不好意思，帅哥帮我们拍啦。对，啊，女朋友一起进来拍嘛。对，那你来跟我们拍好了，跟我们一起拍好了。要有比萨斜塔哦，我看。你要perfect, 叫大家拍，又不相信人家。perfect, 还是你去拍好了，男朋友进来也。对啊，龟龟毛毛的，往那边走好了。这是巴黎铁塔。巴黎铁塔。它伦敦的那个大笨钟。来这边根本就是等于在环游世界嘛。哎，对。所有世界景点都有了，这边有没有那个101啊？没有。来，伦敦的塔，大笨钟哎。Parliament。这个。哎，哥哥，哎呦，真的有101在后面。哪里？101。很后面，我们先来这里。先拍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金丝。哎，这个是叹号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这想那么久，巴黎铁塔的，再敷衍一点，真的。你们这样，刚什么意思？对，刚什么意思？刚是干嘛？快喽！大家很有被挡住了。快呀，这个要很有脚力耶。OK， 我要拍喽。好，来，1、2、2.5、3。哎，我们去好经典约会的好。我们跟101去拍一张好了，好不好？101拍完之后，我们去吃个东西。好啊，好不好？看哪里有东西吃，我们再吃。这样问人好了，对，问人好了。哎呦，来，台湾的地标拍照。来，过去跟他合照一下嘛。同学可以帮我们拍一下吗？同学可以帮我们拍照吗？好。How do you do？ 我是拍101。对，你可以帮我们拍吗？我们四个人一起跟101。你当他是菲律宾人哦。How do you do？再讲他长得有点像。你帮我们拍一下好不好？来，1、2、3。同学，来，那我问你一下好了。来，这边有什么好吃的？有没有？里面紫火锅蛮好吃的。紫火锅，里面火锅里面都煮那个紫，是不是？是烧的吗？还是？它蛋卷也是紫的，去吃就知道哦。这么神秘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紫火锅，哎，因为我们一人可以抵100块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走这边，这边。好，走。来，肚子好。哎，来，请。几位？看不出来几位吗？我们有定位哦。你直接拍响，拍谁？人家服务生的，你直接拍响了。等在家里面大声习惯，吃炸弹了。对呀，你把它当做雅雅。哎，连椅子都是纸糊的啊，纸做的啦，纸糊的。纸做的，杯子都纸做的，杯子也是纸做的啦。真的，天哪！桌子也是纸做的，哎，还蛮牢靠的呢。是吗？以为纸做的哈，坐下去会垮掉。比你还牢靠，比我还牢靠。我这个不靠谱的，不靠谱。哟，这桌子也纸做的嘞，你看。哦，好厉害！来，喝一下。对呀，这还是高脚杯。喝一下。我们好像在阴间喝酒。对呀，纸做的。点餐，点餐点，哎，点餐要考虑一下，对，我们有那个所剩有限嘛，真的，但是我肚子好，哎，不然我们，这样我们先看一下价钱，因为它这边主要是火锅啦，我看我们纸火锅，我觉得我们不要点那么多，点一锅好不好？我看点10锅。
不是这样子的啦。啊，谁每天电石锅？电锅好了。你给谁吃？电石锅。哎，给谁吃？你没有看到这边都有坐人吗？你不能我们吃的不给人家旁边。我歪楼了啦，来踢笑了，然后踢笑。我选好吧，我之前有来吃过，我觉得他的那个猪肉牛奶锅还不错。猪肉牛奶，对，直火锅。那就信他一次，特别。虽然他今天骗我们很多次了，对，路上整路在骗我们，信他一次好。那你们这边付纸钞还是付纸钱？纸钱还是纸钱？还是要纸元宝？纸钱，纸钞，这也是纸钞，纸钞，这是这边的代币，对呀，不用券。那我们刚刚点的那个一锅多少钱？副餐饮料你就帮我们用。哎，孙大哥，你要喝热的还是喝冷的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要喝热的乌龙茶还是要喝蜂蜜？随便随便随便。蜂蜜清茶好了，听起来不错，听起来蛮降火。哇，你看，真的纸火锅哦，送来了。这可以纸火锅，它的什么？它底下它的锅真的是纸做的，这是纸做的。哦，瓦斯炉也是纸做的。火也是纸做的，好厉害哦！肉也是纸做的，你也是纸做的，我是纸片人啊，难怪你没有影子。哦，我们的那个筷餐具哦，我还以为用手抓了。哇，这个好特别哦！这餐具用我们都可以带回家。鳄鱼用完是会让大家带回家的。你看这鳄鱼呢？对，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肚子饿了，于是呢。开饭了，没有开饭，没有饭，这个梗换一下，这个有点不是多好笑，大家慢用。好了，那我们开火了，开火了，大家慢用哦。好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它的料很多哎，很多都是新鲜。都把全下好吧，都把全下好吧，对啊，都不用等。哇，有斐济肺，虾螃蟹的脚。哎，你知道那叫斐济肺，你为什么知道？之前去吃那个。在那个叫什么上影水产，上影水产哦，那很好吃哎，里面很好吃。哎，你到后牙了，他日过很好。没有，我家刚好在旁边，朋友。你知道他爸谁吗？哎呦，不要乱讲啊！你小的跟我讲过生日，他是谁？你是什么主委啊？什么主委？农委会。农委会主委，他爸爸是谁？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别讲，彭作奎。他是。农委会主委，不要跟人家讲，不要跟人家讲，不好，低调一点，低调。哎，难怪你一看你都觉得你有富贵千金的气质，你知道吗？你又来了，你又来。虽然你今天这么热的天穿黄色的碰水衫，可是还是气质出众的，气质出众，感觉不到燥热的感觉，跟人家格格不入。所以我才跟他。穷赚了一个小时。哎，彭作奎是你爸，其实我蛮仰慕他的。真的啊？对呀。你什么时候仰慕？你仰慕他是谁？你说那个你仰慕的，你在清朝就是个太监呢。来，滚了！来，吃了。先来吃这个，肚子超饿。来，先吃香菇好了。好。香菇。哇塞！整个都变成那个牛奶的乳白色。吃火锅，我来看看它的菜 O 不 OK？ 第一次吃，吃火锅，啊，哎，他们汤头真的有牛奶的味道呢。当然，有那种奶醇香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它那个汤头是灵魂的，它那个汤头啊，附着在什么样的食材上面都好吃。嗯，它那个汤头那个牛奶的味道很浓。然后我们吃那猪肉的时候有没有？啊，猪肉刚刚我们下的时间点刚好，吃起来的时候不会说它都到太老的感觉。嗯，好，好了，汤总这样喝起来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腻的感觉，没有像一般吃火锅一样。真的，不得了了，它还有帝王蟹脚。哎，来，妹妹吃。哦，谢谢，它这个海鲜要这样整个把它这样。谁叫我这么敬爱彭作奎？彭作，要照顾彭作奎的女儿。没有。教授啊，彭教授，他现在是彭教授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教授。那他想不想把彭改成杜？杜叫杜明，那杜明就给玉林哥当就好了啦。孙大哥不管吃什么，一定要配辣椒。现在，而且他竟然干吃辣椒。他是把那个酱的辣椒抽起来吃，他专门在吃辣椒。OK 吗？怎么那么爱吃辣椒啊？更好啊！哎呦，那一定要试一下。孙大哥，你吃什么都加辣，是不是？早餐也吃辣吗？我没有早餐。你不吃早餐？早餐还在睡觉，这是早餐嘛。孙大哥睡到中午。你说中午才起床？中餐是你的第一餐。
我一天吃一餐，是哪一餐？晚餐。对啊，晚餐。早午餐。晚餐一天。地球上只有两样东西，一天只需要吃一餐，一个是圣诞节，一个就是狗。狗一天也只吃一餐啊。你怎么又来？对啊，我在讲你，有时候有这两样东西啊，一天都只吃一餐啊。都把它当狗。不一样，然后两种不同的啦。哦。嗯。